悬疑问答。师傅好。你好。弟子跟师傅请安。师傅，我帮同修问点问题，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就是同修的女儿，她六月份即将临产了，然后医院检查说婴儿有问题，她的女儿和女婿不懂因果，决定去医院打胎，同修劝阻无效，情急之下，她许愿为即将出生的婴儿许愿放生和送小房子，进证处填写的是女儿名字的打胎的孩子，后来经过医院再次检查，说孩子没有问题了，可以正常出生了。那同修想问一下，就是他已经许愿的小房子应该如何正确填写，进证处现在应该写什么？就写呀，写这个给那个孩子的药精者呀，名字有了吗，就孩子的药精者呀。就是他许愿的章数可以改一下。对啊，就是他自己的给菩萨的许的愿力。就是说造成了他孩子把身上的病已经去掉了呀。但是他帮他背了呀，肯定背了呀，背很多。哦，那继续为婴儿把许愿的放生再放完，对吧，师傅？对呀、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。